我是金山区外事办姚磊。我是金山公安包叶林。我是金山中西结合医院袁有辉。我是金山区民政局陆志刚。翻译、民警、医生、民政工作人员，在浦东机场驻点工作组金山级三点，来自区内各家单位的四名志愿者组成一个临时工作小组，以8小时为一个周期，24小时不间断进行轮换。航班号应该在它，就是它这个统一过来的，应该是航班信息是这个。对，航班信息应该是统一的。OZ363。今天，姚磊所在的小组将对接3名韩国籍男子。检查确认护照，登记身份信息，经过一系列告知后，3名韩国籍男子由医生和民政工作人员陪同离开机场，乘坐专车去到集中隔离点。下午3:07，专车在警车的陪同下驶出浦东机场2号航站楼。此时，距离3人到达金山集散点仅仅过去了30分钟。4:30，专车到达集中隔离点。每个人填2张单子，然后让他往前走，我们有医生接他，填2张单子就可以了。下车后，我们通过翻译与韩国籍男子进行了沟通。이번에그공항부터여기까지그우리동부주인님한테대리하는그이런거서비스가있잖아요어떻게생각하는지这些服务从就是说政府给他们的服务都很好，他觉得很好。